在以色列四围环绕，保护你的百姓。哈利路亚，你也祝福那些抓来啊，这边是抵挡以色列的，抓起他们都得享你的救恩。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耶路撒冷啊，爱你的人必然兴旺，愿你城中平安，愿你宫内兴旺。
主啊，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，是神祝福的地方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愿你祝福以色列，祝福耶路撒冷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那里有你的荣耀，那里是你要祝福的地方。主啊，愿你祝福，愿你保守。主啊，愿你的城中平安，愿你的，愿你的城中平安，愿你的主啊祝福你自己的家庭，那是你要祝福的地方。主，我们一同，我们今天一同陈祷来为以色列求平安。主，那是你的心意。主啊，祝福以色列的必然兴旺。哈利路亚，主，谢谢你，今天你来成就你的，成就你的旨意，在耶路撒冷，在以色列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们祝福以色列，我们祝福耶路撒冷，我们祝福你的选民。主啊，我们在祝福的时候，主啊，主啊，你必复兴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主啊殿中成为柱子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从以色列，主啊，祝福到美国，凡是主也属于你的，主啊，你都保守，你的祝福从美国祝福到中国，愿这三个国主啊连在一起，来坐在你的心意上，走在你的旨意上，来复兴你天国的福音，来复兴你的旨意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今天你在这里，主啊，来成就你的心意，让我们同心合一，同心祷告在你的旨意当中。是的，主。主啊，你曾经说，主啊，主啊，来祝福以色列的，祝福耶路撒冷的，主啊，主啊，必蒙兴旺，必蒙你的祝福，必蒙你的保守。主啊，今天我们在这里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来呼求，我们来，主啊，来祷告，来向你，主啊，呼求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主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赞美主。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是的，你说祝福以色列的就必蒙祝福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按照你的旨意，主啊，真的是我们只要看到经上记者说耶稣进的骑着驴进到城里的时候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好感动。主啊，我们是那幕后的一群。主啊，当你的第三圣，当你的第三圣殿建立起来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快归来了。主啊，让我们对齐你的命定呼召。主啊，让我们作为华人对齐你的命定呼召，让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组成的心腹，我们的教会准备好迎接主耶稣你再来。主啊，求你祝福我们的家庭，让我们家庭合一归向你，让我们以家庭为单位组成，让我们的教会的合一归向你。主啊，主啊，孩子还没有去过耶路撒冷，主啊，但是当我们敬拜赞美你的时候，我们祝福耶路撒冷平安的时候，我们感到我们的灵就在这里。哈利路亚，真的是阿爸天父，哈利路亚，愿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。哈利路亚，愿我们的晨祷每一天都行在你的旨意当中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算不上什么，你给我们无尽的恩典。主耶稣，我们相信我们在殿中的这些都是代祷的勇士。主啊，愿我们更多更多的为你的心意而代求代祷。主啊，当我们站在位上祷告的时候，世界就会变得不一样。主耶稣，在这末世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假先知被兴起来。主啊，让我们有属灵的眼睛和洞察力。主啊，经得住试炼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一心跟随你的道路，打着美好的胜仗，在这末世装备好了，等到你再来。主耶稣，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谢谢你今天赐予这个，对，让我们对耶路撒冷的求的平安祈福。主啊，我们真是同盟祝福，感谢赞美你，我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亲爱的巴天父，孩子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感谢主耶稣，感谢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为耶路撒冷求祝福，为以色列求平安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虽然不在那里，但是主耶稣，你就在我们的中间，让我们一起
同心合意的为以色列耶路撒冷求平安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主你来打开你的子民，让你的众儿女们敞开心为以色列征战，为以色列站立。主啊，那里是我们的祝福，那里也是我们永远的为那些还没看到你的人的心来为他们祈求的。主啊，今天求主你来在我们的中间兴起你的子民，让我们每一天都要穿上神赐给我们的属灵的军装，让我们不管在任何的环境之下，让我们不忘为耶路撒冷求祝福，为以色列求平安。主啊，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，也求主你来打开我们的眼睛，打开我们的心门，让我们每一天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，为我们生命中的所有的还抓住不可以放的，求主你来为我们，让我们放下，让我们把主耶稣放在我们的前面，你是我们的唯一，你是我们的首位，让我们把心中所求所想的一切不属于神的完完全全的倒空，来到你的面前，成为一个敬虔讨你喜悦的人。主啊，今天为耶路撒冷的子民求祝福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在我们的当中激起你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和眼，让我们都要为以色列求那上好的祝福，不让再有任何的撒旦魔鬼来搅扰的，来抢夺的。主啊，求助你来完全的作王掌权，将一切的破口堵住，将你兴起的教会，让你的子民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祷告的精兵，成为为主守望的精兵。主啊，让我们踏出去就要让别人认出来我们真是你的羊。主啊，求主你来带领你的儿女们孩子，为那些还不能来到你场所的敬拜你的，有疾病痛苦的，还有在软弱中挣扎的，还有那些半信半疑的，主啊，今天求主你来开启咱们的心儿心眼，让咱们真知道你就是那作王掌权的君王。主啊，求主你来兴起我们，让我们再一次在你的面前谦卑下来，让我们每时每刻都要成为祷告的力量，每时每刻都要敬拜你，每时每刻都要为我们的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求祝福。主啊，也求主你来看顾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工作和他们的家庭，让家庭和睦了才能走向你的合一，才能走向祝福的泉源。谢谢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们天上的父，谢谢你，感谢赞美你。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二节，耶稣听见他说，看见的人用不着看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耶稣又说，他本来本意 不叫义人，只叫罪人。义人的意思就是说是好人，是没有病痛的人，但是在世上是没有这些人的，不可能。主啊，我们是罪人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看见我们是有病的，不管我们在我们的思想，在我们的情绪，在我们的行为，在我们的心灵，在我们的意志，都是有病的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感谢赞美你，你是医治人的生命，你是医治人的医生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不断更新我们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在人生的路上不断在改变，
就算在我们钉在棺材之前，我们还有机会去改变。主啊，不仅我们人是不完美的，就算我们被棺材钉上，我们仍旧是不完美的、不完全的。但是有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内在平安。有神与我们同在，不管阳光普照、风风雨雨，我们都不用怕，神保守我们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不在乎不信主的外邦人怎么看我们，因为骄傲跟自我为意都是人的本性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感谢赞美你，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，祝福我们的苦水得胜教会，让我们的苦水得胜教会发光如星，保守我们的牧师师母，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和朋友，保守我们的地球，我们一切的平静安稳都在神的手中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与我们同在，阿们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赞美你，谢谢你，我们清早来到你面前敬拜你。主啊，你是大君王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了。主耶稣，你要祝福我们，祝福全世界的仆人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主耶稣，我们天天都有感恩，感恩你，敬拜你。主的恩典告我们用，主耶稣，你要祝福我们所有的人平安，出入平安，不到到那里都有主耶稣同在，主耶稣陪伴我们。靠着阿爸父，我们主什么都行，都能做，什么都有方向。阿爸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爱我们，谢谢你要祝福我们，有所有没认识你的人，你要祝福他来到你的面前认识。主啊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谢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在这一个早晨来到你面前，我们的身体健康来爱你，感谢我们的神，感谢我们的耶稣，感谢我们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我们爱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要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每一个孩子的祷告。神，你在这里听我们每一个孩子的祷告，我们要赞美你，我们要喜乐来感谢赞美你，每一天的灵魂苏醒来敬拜你，我们每一个家庭需要你的同在，我们要爱你主，我们握的时候主要需要神，神啊，我们爱你，耶稣我爱你，耶稣你是基督帮助我们，耶稣你就是基督，你帮助我们的基督，你帮助我们一生，你帮助我们一生，一生常常喜乐的都要喜乐感谢赞美你，我天天有祷告在你面前，我们天天有祷告在你的面前，每一句话你纪念我们，每一句话你的纪念，你赞美我们每一个孩子，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爱你爱到底，我爱你都有爱永远，爱需要神，爱需要耶稣，我们活着就要需要神，耶稣你是我的生命救主，耶稣你就是我生命的救主，你一生的盼望，你应我们都是在你的面前的平安，
就是我们的盼望。感谢赞美你，我感谢赞美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天天爱你，我天天爱你，我天天感谢赞美我的神，我天天的感谢赞美我的耶稣。让我们每一个孩子的家庭感恩，为我们的每一个家庭的向你献上感恩。我们家都有你，每一个家庭都需要你，都有你，每一个家庭都需要你，更需要你。我们的牧师的家庭更需要你，需要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的教会。每一个孩子合一个心来听见，让我们就是同心合一来爱我们的神。不是环境如何，无论我们环境如何，我们依靠我们主耶稣的十字架，主我盼望，主就给我们的平安，主我给我们的健康，有力量，使我们天天有力量，灵魂有苏醒，使我们灵魂苏醒，不断祷告，不断的祷告，不断感恩，不断的感恩，不断有赞美，不断的赞美，赞美我的神，赞美我们的神，赞美我的耶稣，赞美我们的耶稣，我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耶稣，我要为你为到底，我永远爱你耶稣，一生一世跟随你，我们要一生一世跟随你，我天天有感恩，我们天天有挂灯，我送赞美我们的神，我要他。我们要天天赞美你，神对喜悦我们赞美，神你喜悦我们的赞美，我们天天祷告，我们天天祷告，神垂听我们的话语，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感恩，我们要用我们用我们的话语来感恩赞美你，我活着时候真的常常有喜乐，我们活着就是要为你的名常常有听见神。我们要亲近的神，无论话笑话，要挂灯赞美我们神。可时可刻，神是喜欢我们赞美，敬拜你，赞美你。为一个孩子，天天有赞美我们的神，天天赞美我们的神，赞美我们耶稣，赞美我们的耶稣。耶稣是我的亮光，耶稣就是我生命的亮光，是我的生命的亮光，是我的一生的盼望，又是我一生的盼望。耶稣，耶稣，我爱你。耶稣，耶稣，我爱你。我需要耶稣，我需要耶稣，我不改。耶稣，我爱你都还不够，加添我们的信心，我爱你。你轮满我们，轮满我们，下面我教会不合神意来回我们，下面我们所有不合神心意的一切一切。一个光辉，主啊，让我们就是以光有被神心的，天天要仰望神。主啊，让我们仰望你，天天仰望神。我们仰望神，帮助我们凡事都难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凡事都难做。我都快乐。主啊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欢喜快乐，每一生一世跟随你到底，跟随你都永永远远。你的光来照亮我们，主啊，用你的光来照亮我们的生命，照亮我们的心。每一个孩子的心完全要归向你，让我们的心完全完全的归向你。我们每一个家喊出奇妙的。主啊，你在我们在家庭当中显出你自己的荣耀，显出你自己的帮助，帮助教会。帮助我们的教会，天天同心合一来祷告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让你的光来照亮教会。让我们在这里祷告，每一句话都不落空。主啊，使我们的救赎的眼光去。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成为一个圣洁的青年，来到赞美你，祷告在你面前，赦免我们的罪。让我们所有一切得罪神的都要离开我们。感谢你主，我们爱你主，我们一生爱你主。我们天天灵魂苏醒，亲近我们的主。主啊，我们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圣洁来见到你的面。主啊，来听你的话语。谢谢耶稣。天天需要你，我们天天需要你主。不论到哪里去，你与我们同在。无论我们到哪里去，你都与我们同在。你同在，我就得胜得度。你的同在使我们得胜自由。主啊，帮助每个弟兄，帮助每个总统。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赞美你。每一天盼望喜乐，是的，主帮助耶路撒冷，每一天得着你的平安，使你兴旺，兴旺。靠你的祝福帮助我们。主啊，你的祝福我们，帮助我们。每一个孩子的家，我要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每一个家庭都要来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你就赐平安给我们。谢谢耶稣。耶稣你是基督。耶稣你就是基督。永生神的子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永生神的儿子。我感谢赞美。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耶稣。靠你得胜，耶稣，你是万人的神，你是永远永远的神。我是你的孩子，我们是你的孩子。我已经
其他的问题解决了，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。那没给要推迟，啥都没给要推迟。被圣灵充满了，我们必要被圣灵充满。我们得胜了，我们得救了。感谢耶和华，感谢耶稣。我们要感谢主耶和华，感谢我们的耶稣。阿门。主啊，你一粒如千年，千年如一粒，而我们一华就老了。主啊，我们 活在世界上有什么益处？每个人都在追求流名和新鲜事，但是世界上新鲜事只有主耶稣定时界下才有新鲜事。人活的都是活在世上都是虚空的虚空，都是虚空的虚空，都是浮渺的。主啊，只有你是永远长存，只有你的信实直到万代。主啊，愿我们都来赞美你。主啊，愿我们都为主而歌唱。主啊，愿你树立我们手上的功，有信心的都要来赞美主。感谢主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阿门。慈悲怜悯的天父上帝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清早起来，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殿中，是要诉说你对我们的恩情。主啊，我们能站在这里，实在是你加恩于我们，你也帮助我们战胜那仇敌。主啊，我们晓得我们做不了什么，但是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主啊，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，引领我们进入到你耶路撒冷的平安。主啊，我们本是一群不配的人，我们本是罪人，但是你是医治的神，你是救拔罪人的神，使我们有一颗悔改的心，让我们切实的能借着耶稣基督归向我们天上的父。主啊，求你按着你的信实带领我们，保守我们，拯救我们这些罪中的人，使我们脱离了看得见或者是隐而为现的罪。主啊，我们悔改来到你的面前，就是要瞻仰你的容面。你讲你们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信是得着的必然得着。主啊，我们以得着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把我们的全人全心完完全全地献在你的坛上，成为活祭，求主使用。感谢赞美荣耀归主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清晨我们相聚在父的家中，我们除了感恩还是感恩，我们除了赞美还是赞美。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我们要为以色列的神求平安。以色列的神啊，爱你的人必然兴旺。父啊，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请你兴旺我们这个活水教会，发光如新，荣耀主的名。父啊，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不够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但是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请你管教我们，使用我们。父啊，我爱你，请你帮助我们的牧师师母，从他的话语里教育我们，使我们人生过得更有意义。父啊，我们不喜欢做一个罪人，但是我们要检讨自己，每天都要更新自己，自我的检讨，这是最好的一面镜子。不管在什么时候，我们不能狂妄自大。父啊，还是一句话，请你管教我。慈善的荣耀是归于主，赞美是归于神，是奉我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主啊，我感谢赞美你，求你垂听我的祷告，
哈利路亚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我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求你垂听我的祷告，求你记下我的祷告，主啊，求你的灵运行在这里，求你充满这个教会，求你也充满我，充满我们每个肢体，求你纪念我们的师母，求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了那么好的牧师和师母，带领我们，他你赐给他的每一句话，就你赐给他的每一句话，让我们每一天成长，在这里，比在这里，我们来到这里之前，我们耽搁了很多时间，在这里，我今天是第五天在这里，我与师母在师母的身上学到了很多，然后进步了也很多，他也为我付出了很多，求你纪念他，他越付出越漂亮，他越付出他们家越兴旺，我们这个教会越兴旺，主啊，我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每一个肢体都需要你，我们每一个肢体的家庭都需要你，求你带领我们的每一个肢体，求你也拣选我们每一个肢体的家庭的亲人，因为你选了我们，没有选他们，我们心里也很难过。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的话语，来传递我们的亲人，传递我们每个肢体家庭的亲人，主啊，我们都需要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生命，是我们的道路，是我们的真理，你是我们唯一的阿爸父，是唯一爱我们每个肢体的天父，爱我们每一个小羊，谢谢你带领，也谢谢你。也谢谢你翻转我们的中国，拯救我们的中国，也求你拯救我们中国的老百姓，也帮助我们拯救我们山区的穷孩子，主啊，他们都需要你，主啊，求你让帮助我们的中国成为基督教的国家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主啊，我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我是罪人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，主啊，求你洗掉我，我就比血更白，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一个包容的心，求你洁净我，求你赐给我爱人的心，如爱己的心，主啊，我们要向你学习，学你的形象，我们要用行动来做到，主啊，师母跟我说的每一句话，带领我的每一句话，我就记在心里，他的那么多的故事，那么多的事实，我们都要学习，我们每个肢体都要学习，主啊，我感谢赞美你，我要见证你，我要赞美你，求你充满我，充满我，主啊，我感谢赞美你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，不能没有你，主啊，我要紧紧地抓住你，我要顺服你，我要走你的天国道路，求你带领我走你的天国道路，主啊，这才是唯一最重要的，我们每一个灵魂最重要的，你光拣选了我们，求你大大的拣选还有没有来到你身边的每一个肢体，每一个灵魂，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，求你拣选我的女儿，翻转我的女儿，翻转她的爷爷奶奶，求你带领他们，求你也带领我们每一个亲人，主啊，求你翻转我们家的每一个亲人，一切黑暗的权势奉耶稣的名离开他们，也求你帮助我在这里的带来的姐妹，一个叫刘佳，还有一个叫刘艳琴，还有我的房东林大姐，主啊，还有一个叫陈弟兄，主啊，求你把他们带到这里来，主啊，他们都需要你，主啊，没有你的带领，我们什么都做不到，主啊，
求你充满我，带领我，赐给我力量，赐给我信心。主啊，我感谢赞美你，也求你让我在这里平安顺利的找到工作，但是不能不把我，求你预备礼拜天和早上一定要来到这里，就来到这里就像充电一样，不能停止一天，因为我们的肉体很软弱。主啊，求你刚强我们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需要你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奉主耶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主耶稣啊，我们在天的阿爸父啊，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赐给我们平安，赐给我们喜乐，让我们每天来到你的殿前，献上我们谦卑顺服的心，献上赞美。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你让我们有口的每一天都来赞美你，让我们有耳的都来倾听你的话语，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每天都想着你说的圣言。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我们什么都不能，有了你我们什么都能。我们每天清晨来到你的面前是为了寻求与你亲近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大牧者，我们有了你我们必不缺乏。我们常常怀着喜乐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主耶稣，蒙存你的垂听，主耶稣，感谢赞美。